Hello，大家好，我是 Terry 老师，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 Visual Storytelling。这一期呢，我打算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怎么学画图的。那有什么方法呢，可以让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学会一些我们叫做简笔画的做法，然后呢，应用在你的工作上面去。可是呢，我这几年的工作过程里面呢，我的朋友们都不停告诉我，哦。Terry，你画的图实在是太丑了。OK，首先呢，我觉得我的朋友们说的话呢都是大实话，他们说的太对了。我不止画图画的丑，而且我人也长得挺丑的。可是呢，我又想到，假如我画图画的那么丑的话，我也可以在工作上能把它应用起来。那我相信大家比我画的好看，然后也比我长得好看的话，应该你们也能用同样的方法应用在你们的工作上面去，能帮助你们的工作能做得更好。所以呢，这一期呢，我打算跟大家认真的介绍一下我是如何学画图这个东西的。好，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一个方法呢，是来自于一个美国的咨询顾问，他叫做 Dave Gray。大卫·格雷，OK，我也画一个他的头像。他来自一家公司叫做 Xplane，这个 Xplane 可跟那个马斯克的那个 Xplane 不一样啊，这个 Xplane 是一家咨询公司。然后专门用各种工作坊的方法、设计的方法去帮助客户解决问题。有兴趣的大家也可以去找找看。还有呢，我这里顺便要介绍一本书，就是叫《Game Storming》，Dave Gray 是其中一个作者。这本书呢，是里边有很多开工作坊啊，或者在公司里边做协作的时候可以用的一些游戏，我觉得它是一本非常非常好的书，值得所有，在工作上需要跟人家协调合作，然后呢，特别是从事一些比较创新的工作的朋友们，都值得一看的。然后他在中国呢，曾经出过一个中文版，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个简体中文版。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书卖光之后呢，就没有再续版。所以，如果清华大学出版社有朋友看到这条片子之后，请你们重新考虑，在中国把这本那么好的书的中文版重新翻印再推出。话说回来，Dave Gray 呢曾经发明过一个很简单的画图的方法，它大概呢就分成几步，就有点像我们学外语，比方说我们学英语的时候呢，通常都是从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开始的嘛。那我们学这个画图语言的时候，也可以按照这四个层次来学。首先第一个呢是字母。OK，然后呢，我们就会学很多单词，对吗？它们是由一些字母来组成不同的单词。再然后呢，不同的单词呢，我们会把它组成一些句子，对不对？那些句子呢，是要依据一定的语法，对吧？然后很多的句子组合在一块的话，就可能会变成一些段落，变成一些文章。还有呢，我写不同的文章的时候呢，我可以依循不同的风格。OK，就是大概这四步。那我们先从字母开始，好吗？英文的字母有26个。在图像语言里边呢，Dave Gray 他们把图像语言的字母大概总结出，以下这一堆，那我就一个一个示范给同学们看。首先呢就是点，这是最简单的，然后线，然后呢拐角，再然后呢就是拱门，不是那个金拱门哦，然后呢。有了拱门之后呢，我们有了回旋，
OK，这是 loop，还有呢漩涡，OK，再然后呢就有圆圈、椭圆形、三角形、方形、多边形，OK，就是不同的形状，OK，可能五边形、六边形等等，最后呢还有这个云，OK。那这是最简单的一些字母。那我们用这些所谓的视觉的字母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组合成为哪些东西呢？就大概有三类。首先呢，就是人。我们小时候画画，人都是怎么画？就这样子，对不对？这样子的话就不专业嘛，对吧？所以我们呢，长大之后就可以画。更有趣一点，比方说呢，我们先画一个身体，就是那个躯干，然后再画一个头。那双手呢，可以怎么画呢？就像这样。OK，这都比较丰富嘛。还有呢，这个人也可以是走路的。或者呢，他也可以做不同的姿势，比方说打电话，机器我们画个女生啊，给她加一条鞭子，她在打电话。那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画得稍微丰富一点，就比方说加一条领带，对吗？最后呢，如果有好几个人是一个团队，那你可以怎么画呢？这是一些很简单的方法。OK，好，有了人之后呢，我们有物，就是各种各样的静物，比方说手机。这种框很多人都会画，对吗？那你可以稍微加一点点小的细节，就可以把它弄得更加有趣。OK，或者笔记本电脑。我这台电脑稍微比较老啊，所以它很厚。那键盘怎么画？就这样子的。还有呢，比方说房子呢，假设这是一个工厂啊，可以加个烟囱在旁边。或者呢，是一个塔楼。甚至呢，比方说喝咖啡，因为这些符号是经常我们给一些客户做工作坊的时候常用的一些符号，所以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符号，你就已经能满足很多平常对话工作上面的一些需要。好，有了人。有了物，那我们呢还可以有一些比较抽象的东西，我管它叫事吧，就是人、静物，还有一些事，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比如说转变，这是一些。无形的东西，你如何用一些简单的图标把它给表达出来，或者呢，增长，对吧？
哦，如果你喜欢的话，这里可以再画个人。或者如果改成一座山的话，增长。还有呢，我们经常用的，比如说风险的嘛，风险简单的就是画一个这样的三角形的标志，如果更复杂的可以画一个悬崖，对吗？这是我经常画的，快要掉下去了。流程。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可以用一些很最基本的一些字母来组合成为不同的单词，一些视觉的单词。然后我们看一下到底有什么语法可以用，好吧？OK，语法的作用呢，是用来表达我两个单词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呢，在视觉语言上呢，我们通常会有三类主要的语法。首先，第一类呢，我们管它叫系统或者关系 （system relationship），它是用来表达一些东西之间的架构啊、关系啊等等。像这种叫结构图也好，思维导图也好，OK，那我们也可以用画图来表达，比方说，哎，我们这个公司现在比如说发生问题了，那我们试着用一个比喻来帮助大家思考，OK。比方说，哦，这棵树上面的那些苹果代表的是什么？可能是代表我们的劳动的成果。那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呢？我们卖给客户的是什么样的产品等等，就可以透过树这个比喻来做一个研讨。甚至呢，天空上面的鸟代表什么呢？OK。虫又代表是什么呢？等等，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我就很直观，我就用来看我手头上，比方说我有个机器，我有个 iPad，那它的不同按钮是有什么功能的？这个机器的组成包括哪些东西等等，这是一些显示结构的方法。所以呢，你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三种风格是有些不太一样的。那我们会管它叫第一种呢，叫做是比较方便大家去抽象去思考的，这种叫做图表型 （schematic），图表型。第二种呢，就是比喻型，第三种呢，就很直接的，就是我们想说什么，就直接把那个画出来的，所以这个叫直观型 （literal）。OK。我们有了第一种语法了，就是系统或者关系。那第二种常用的语法是什么呢？是流程。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图表型的流程是什么？就有点像这种
供需图，对吧？想说明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呢，那也可以用到图表型的流程图。那是什么？那有点像我们管它叫一些系统图，对吧？就是可能有些反复出现的问题，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循环把它给表达出来。比喻型的流程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老板想透过一个图，还跟他的员工说明，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变革的需要，那可能呢，我就要需要跟大家去描述从现在到未来，我们是怎么转变的，对吗？我是要跨过哪个鸿沟啊？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等等。这是一个比较比喻型的一个做法，我们就用一个悬崖来代表。比较直观型的流程是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看的那些漫画书一样，我们可以用一个一个，我们管它叫 storyboard，故事版的形式。比如说，OK，有一个人遇到一个女生，然后呢，他们俩在一起了。还生了个小孩儿，就很简单，用一种讲故事的形式把它给很直观的显示出来。OK，那第三种语法呢，叫做对比 （comparison）。OK，比如说图表型的对比是什么？就像这种图。这种像矩阵图的了，就我们的未来产品开发，我们可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选择，我们把它放在这个表格上面去考量，放在这个图上面去考量，这是一种。那比喻型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的团队以前呢，就像一个。像一只小帆船一样，现在呢就已经变成一个航母。就是已经很强大了。那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说明。最后呢，那比较直观型的对比，那就很简单。比如说，我们要对比一个橘子跟一个苹果，它们的营养成分有哪些不一样？它们的营养成分、价格。等等，就直接把它画出来就可以，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九种图。那你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这三种不同的风格呢，是有些差异的。第一种图表型风格呢，是比较适合做什么？做一些抽象的思考。OK，大家一起来探讨那个事物的本身，它的问题在哪里？比喻型就是比较适合呢，我们用来打动对方的情感的时候呢，就可以用这种比喻型的做法。直观型通常是用来显示怎么做，就有点像 IKEA，就是宜家家居的那种装配手册一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来告诉我们到底在什么场合要画什么样的图。所以以后大家在工作上感到你需要画图的时候，你可以先想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画图是要用来表达一些问题的结构啊，问题的框架，还是我想让大家看到这件事情是如何演变的，该怎么做等等。还是呢，我想让大家去对比不同的选项，所以第一个问题先想清楚，你到底要表达的是哪一种，语法的东西。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想你到底要用什么样的风格？到底呢，我是想帮助大家去思考呢，还是呢，想让大家一起来谈心？还是第三个，就是想让大家很清楚的看到我具体要怎么动手。具体是怎么做的？OK，有了这两个问题之后，你就很容易去想，去在这9种画图的风格里边找到你想画的那种。OK，希望这一条视频很简单的示范给大家看，我们如何从字母变成单词，再用不同的语法跟风格去针对不同的工作场合里边画出不同的图。OK，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你给我发邮件，或者呢，可以去上我们的网站，还有微信公众号，那里有其他的视频，有其他很好玩的内容。OK，谢谢大家。